抓消防安全，保高质量发展。大家好，我是任嘉伦。十一月是119消防宣传月，让我们一起关注消防，致敬中国消防员。这年轻人谁呀、啊？有没有可能先拿进站里？站长体检啊！从现在开始，管好你自己，约束自己，谨言慎行。是。如果在接下来的模拟考试拿不到团队第一，你可以无条件的开除。刘亚弟，除非有人替你背了。干什么呢？再不救那个人就死了。活着的勇敢，没有什么关系。林先生，什么情况？开国自新，抽筋做人了。平凡，营救被困人员。是。注意注意。关注空调，尽快撤离，尽快撤离！老妈，哎呀！跳动心脏，长出藤蔓，愿为险而战。我可能以后就不做消防了。我就怕哪天如果是我牺牲了，我不知道生前该怎么办。老妈的牺牲，我承认。我退缩了，我想救人，我想为了消防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是真的爱消防。我们正式组建蓝焰特勤第七个班，同意你小子当七班的班长，这是组织的决定啊，必须服从。王班长，我确实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待过，以后啊还需要您多指点指点。七班如果哪里做得不好，您就说，我带他们一块改。七班任务完成，从今天开始，第一班正式进入蓝焰特勤。我是在救人，什么都没做错，不需要任何人接受惩罚。再看清你的脸，你应该离开钱家岛，有更需要你的地方。随我眼泪，一班消防员李继成正式归队。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认定是因为我们导致他的孩子现在醒不了。反正我是一名消防员，我就做好消防员该做的事情，都在日夜坚守，砥砺前行着。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后悔。驯服每一头怪兽，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人爱小丑。为何孤独不可光荣，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。骑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，这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